特难不只是在上等一个人的身上，而是有人用出来了，并且成功了哈。高中生生命教育慈少班孩子观看了有关正言上人及金色师父刻苦精神的影片后，孩子们进行了讨论，并以画画与文字的方式记录了自己的感受。他们就是自力更生，然后自给自足，然后我们就是也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觉得他们看得很透，一个小木屋到那个地当庙，到小汽车到主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愿力啊，才能成就像方明的女孩。慈维师姐与孩子们分享了慈济人在缅甸赈灾的感人故事。发芽到种之后，通过他们很努力的耕种哦，都是靠自己哦，然后慢慢的收成越来越好。这次的活动最重要的环节是学员们进行了生命盘点，整理自己的生命故事，作为礼物送给正言上人。感恩您创办慈济，让蓝天白云走进我的生命里，改变了我的生命。就发愿你要让我认识的师叔啊。透过这项活动，更加深入了解慈济精神，并将这份精神融入自己的生活，努力实践克勤、克俭、克己、克难的慈济家风。大爱新闻陈瑞文、王美玲，马来西亚槟城采访报道。多一份善念，多一份平安，一人一善，远离灾难。